天天逼孩子读书，念书的时间妈妈还要在旁边盯着，每次都拿衣架控制。衣架，有一次好可怕，把它剪掉。妈妈怎么可以这样？大人，你有比较厉害吗？弟弟生日是10月8日星期一，姐姐生日在下个星期四，是几月几号呢？啊，不会对不对？妈妈，你现在教他。今天晚上10点，小星大跟班。